形的全等判定 AAS ASA RHS 生活小故事。可爱的小三角形终于长大了，三角形妈妈决定在今天告诉她，其实是有个双胞胎哥哥的，不过在小的时候就失散了。小三角形听了，下定决心要出门找到他的哥哥。可是这么多年没见了，路上走来走去的那么多三角形，又都长得好像。于是小三角形就问妈妈，要怎样找出长得和自己完全一样的哥哥呢？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还记得在前面的单元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两个有关于三角形全等的性质吗？大家回去有没有复习呢？我们现在来考考机器人吧。机器人，你来回答看看吧。糟糕，我忘了复习了。我记得名字好像什么 S 跟什么有关的，好像是那个 SOS 哦。机器人，你回家都没有念书，都在看电视吼？不是 SOS， 是 SAS 和 SSS 啦。啊，对对对，记起来了。S 就是指边 ，side 的意思 ；A 就是指角 ，angle 的意思。没错，机器人，你记忆力还不错嘛。所以 SSS 就是三角形 ABC。与三角形 BEF 的三个边对应相等，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 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SS 全等性质。 SAS 是什么呢？再来考考机器人吧。这我回答不出来，对不起，下次回家我一定会复习功课，拜托老师说一下答案吧。好吧，下次回家要记得复习哦。那我来说明 SAS 是什么吧。大家看图中的两个三角形， SAS 就是指两个三角形的两个边和它们的夹角对应相等，也就是说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 角 B 等于角 E，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SAS 全等性质。接下来我们还要再介绍另外三角形全等的性质，就是 ASA和 AAS。 AAS ASA 两个 A 表示有两个对应角， S 表示一个对应边，所以两个对应角与一个对应边组成的三角形会全等。两个角和一个边有两种组合，可以是 ASA 或是 AAS， 但是ASA
和 A A S 是不一样的组合哦。我们先来看看，当两个三角形的三个对应角相同的时候，这两个三角形并不一定是全等的关系。大家看看画面上的两个三角形，它们三个对应角都相等，可是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小，我们只能把它们称作是相似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把小的三角形放大，到其中某一个边长和大三角形相同时，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变得全等咯。而且我们知道，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所以如果已经知道两个内角的角度，那第三个内角自然就可以知道它是多少度咯。就像知道图中角 A 和角 B 的度数，那么角 C 就会等于180度减角 A 减角 B。 所以当两个三角形已经知道它们有两个对应角相同的时候，那么它们第三个对应角也会相等，再加上一组对应边相等，就可以确定三角形全等。所以 ASA 和 AAS 这两个都是让两个三角形全等的性质哦。那其中的 ASA 全等性质，就是当两个三角形的两个内角和它们的夹边对应相等时，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也就是说，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角 B 等于角 E， 角 C 等于角 F， 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ASA 全等性质。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要如何用直尺和圆规做出 ASA 的图形。题目是说，已知三角形的两角分别等于所给的角一和角二，它们所夹的边长等于所给的长度 A， 请画出这个三角形。做法就是先画一条直线 L， 在 L 上做一线段BC， 使线段 BC 等于 A， 然后再分别以 BC 为圆心，线段 BC 为一边，在 L 的同一边做出角 B 等于角 1， 角 C 等于角 2， 令角 B 和角 C的另一边相交于点 A， 则三角形 ABC 就是所求的三角形。那另外的 AAS 全等性质，就是说两个三角形的两个角和其中一个角的对边对应相等时，就像动画里面的一样，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这称为 AAS 全等性质。而其实 AAS 与 SAA 同义，一般而言我们习惯用的是 AAS， 也就是说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角 A 等于角 D， 角 B 等于角 E， 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AAS 全等性值。我们已经学会了 ASA 和 AAS 这两种三角形全等的性值，现在让我们做一题有关的习题练习吧。大家请看左边的图，这一题的题目是当角一等于角二，角 A 等于角 D， 那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DBC 会不会全等？为什么？因为角一等于角二，角 A 等于角 D， 线段 BC 等于线段 BC， 这是共用边，所以由 AAS 全等性质，我们可以知道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DBC。 现在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三角形全等的性质，就是RHS 三角形全等性质。当两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股对应相等，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可以配合商高定理来看，假设两个三角形的斜边是 C， 第一个三角形的两股是 AB，第二个三角形的两股是 AD， 由商高定理知道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等于 A 平方加 D 平方，得到 B 等于 D， 所以三角形的三边长都一样，由 SSS的全等性质可以知道这两个三角形也会全等。所以当两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股对应相等，就像图中的斜边 C 一股 A 都相等时，那么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就会全等，这称为 RHS全等性质。其中 R 代表直角 right angle， H 代表斜边 hypotenuse， S 代表另一边 side， 也就是说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角 B 等于角 E 等于90度，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RHS 全等性质。生活小故事回顾。妈妈就告诉他，要知道别的三角形是不是和自己一模一样，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叫做 SSS、SAS、ASA、AAS、RHS。只要了解详细的做法，就找得到哥哥了。上完了数学课，小三角形终于了解 SSS、SAS、ASA、AAS、RHS 的意义。他再也不怕在路上看到自己的哥哥却认不出来咯。重点回顾。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几次的课程中学到什么吗？我们学到了如何判定三角形的全等性质。关于三角形的全等性质有下列五种，分别是 SSS、 SAS、 ASA、 AAS、 RHS 全等性质。
S 代表的是边 side， A 代表的是角 angle。 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DEF 的三个边对应相等，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 线段 AC等于线段 D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SSS 全等性质。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BC 等于线段 EF，角 B 等于角 E，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SAS 全等性值。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角 B 等于角 E， 角 C 等于角 F， 线段 BC等于线段 E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ASA 全等性值。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角 A 等于角 D， 角 B 等于角 E， 线段 BC等于线段 EF， 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AAS 全等性值。在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DEF 中，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 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角 B 等于角 E 等于90度，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 RHS 全等性值。只要符合以上五个条件中的其中一个，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吗？例题练习，老师的叮咛，请各位同学准备好纸笔，进行下面的例题练习哦。问题一，如图，角 BAD 等于角 EAC， 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线段 AC 等于线段 AE， 那么线段 BC 会等于线段 DE 吗？为什么？因为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线段 AC 等于线段 AE， 而且角 BAD 等于角 EAC， 角 BAC 等于角 BAD 加角 DAC 等于角 EAC 加角 DAC 等于角 DAE， 由 SAS 全等性值知道，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E， 所以线段 BC 等于线段 DE。 问题二，如图，图中两个三角形全等，那 X 的角度是多少呢？因为 X 的对边为四，所以 X 的对应角应该是角 A， 所以角 A 等于 X 等于180度减65度减55度，
等于60度。问题三，如图，角一等于角二，角三等于角四，则三角形 ABC 和三角形 ADC 是否全等？为什么？因为角一等于角二，角三等于角四，这是已知的条件。线段 AC 等于线段 AC， 这是因为线段 AC 是共用边，所以根据 ASA 全等性质，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问题四，如图，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ADC 中，若角一等于角二，角 B 等于角 D 等于90度，则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这是根据什么全等性质？因为角一等于角二，角 B 等于角 D 等于90度，这是已知条件。线段 AC 等于线段 AC， 这是共用边，所以根据 AAS 全等性质，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答案 D。 问题五，如图，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ADC 中，若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线段 BC 等于线段 CD， 则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是根据什么全等性质？因为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线段 BC 等于线段 CD， 这是已知条件。线段 AC 等于线段 AC， 这是共用边，所以根据 SSS 全等性质，三角形 ABC全等于三角形 ADC。 答案选 A。 问题六，下列哪一个叙述不能确定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DEF？ A 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BC等于线段 EF， 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 B 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 角 A 等于角 D， C 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角 A 等于角 D， 角 B 等于角 E， D 线段 AB 等于线段 DE， 线段 AC 等于线段 DF， 角 B 等于角 E。 答案 A， SSS 全等性质。B SAS 全等性质。 C ASA 全等性质。 D SSA。 答案选 D。 随堂练习。第一题，
两个三角形的三个对应边相等，我们称为什么全等性值？答案 SSS 全等性值。第二题，两个三角形的两个对应边相等，对应边的夹角也相等，我们称为什么全等性值？答案 SAS 全等性值。第三题，两个三角形的两个对应角相等，两个对应角的夹边也相等，我们称为什么全等性值？答案 ASA 全等性值。第四题，两个三角形的两个对应角相等，对应角的其中一个对边也相等，我们称为什么全等性值？答案 AAS 全等性值。第五题，两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和一股对应相等，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就会全等，我们称为什么全等性值？答案 RHS 全等性值。作业习题，第一题，如图，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ADC 中，若角一等于角二，角三等于角四，则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是根据什么全等性值？ A R H S B A S A C S A S D S S S。 因为角一等于角二，角三等于角四，这是已知条件，而线段 AC 等于线段 AC， 这是共用边，所以根据 ASA 全等性值，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答案选 B。 第二题，如图，三角形 ABC 与三角形 ADC 中，若角一等于角二，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则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是根据什么全等性值？ A RHS B ASA C SAS D A A S。 因为角一等于角二，线段 AB 等于线段 AD， 这是已知条件，线段 AC 等于线段 AC， 这是共用边，所以根据 SAS 全等性值，三角形 ABC 全等于三角形 ADC， 答案选 C。